卢婉欣凭 BB 来了入面的野蛮奶奶令网民拉爆，还推举她为今年大热女配。但因乜事卢婉欣咁感触，一讲就即喊嘅？Madam 卢婉欣一向有个招牌笑声，但成日笑嘅佢有啲位原来一碰就喊，好似当日 BB 来了呢一幕，佢话中晒佢嘅心声，假戏累真啊！你唔知有冇睇啦？好似嗰晚讲我睇住你哋即系当仔女细个 video 喊嗰场咧，真系讲起我都想喊。有睇啊！你都冇补嗰件衫俾我，我话想要嗰件衫。好有共鳴咯，真係。所以呢套劇成功在咧，即係又有悲嘅一面，又有搞笑嘅一面，又有即係好好啊！我覺得呢套劇真係寫得好好，同埋我好眼淺嘅嗱，我少少嘢就咁。諗翻起即係，好多即係諗翻起，譬如自己又離婚啊，又啲細路仔，不而家大個啦，個個都自立啊，個個佢哋有佢哋嘅 family， 有佢哋嘅事業，就好開心啦。離婚嘅傷痕，單親家庭最難捱嘅日子都捱過。是，即係都過去了，所以有時嘢過去就過去了。細個唔知噶，係啊，不過就而家知咯，係啊，尤其是自己有仔就知道啦。當日盧婉欣喺當紅時，為家庭甘願退下火線，十足 BB 來了嘅新抱李佳芯一樣。係啊，嗰陣時其實我咧就係最當紅嘅時候，係專門院一炮而紅，即係好紅嘅嗰陣時，七幾年啦，咁但係就結咗婚啦喎。咁嗰陣時都有啲人話：，哇！你咁啊嫁咗人啊！即係話我通常咧，一般就唔會嘅，因為你當紅當宅嘅時候，考慮咗去結婚咁，跟住又退出啦，完全退出曬冇做，完全我有都好多年冇做嘅，因為嗰時真係生兒育女啦，咁啊湊細路啊，湊咁樣，咁啊收尾一路都過咗，我諗都有十年八年都有嘅，咁啊到啲仔女大啲啦，咁。咁啊咁啱咧，就話揾翻我同阿大碧姐拍嗰套季節，咁啊咪翻翻出嚟拍季節咯。咁啊一路就做到而家，我又冇後悔喎。我覺得咧你得一樣你就唔得一樣噶啦。我而家我孫都有啦，咁我好開心，即係覺得始終都係兒孫滿堂好啲嘅，咪孤零零一個人。哇！好美啊，好美！哇！我靠，这个蛋。一只你三有个六个那那哈子 Q 九哦耶哦哎你不要一起住添我很 open 的，即是我对我的新抱是好像朋友咁嘅，即係譬如我睇到有啲咩嘢，我話咦又啱佢哋喎，我話買餸俾佢哋。咁佢哋有陣時好似我新抱都有陣時送啲手袋俾我啊咁樣，冇話當有階級，又話登起個款啊，我就唔會。即係我好隨和啊！即係有句説話相見好同住難，你日日見日日見日日接觸咧，一定會有摩擦嘅。所以最好耐唔耐，即係見下耐唔耐，即係。淡啲啊，咁樣咯。你唔好一齊住添。係啊，真嘅真嘅。乜嘢係你？即係唔想咁多摩擦啊。西方西化噶嘛，係冇噶。佢唔飲茶噶。你唔使攞位嗰啲，冇呢啲嘢噶，淨係西餐嘅咋。依家佢喺網民心目中係最佳女配，入行四十幾年嘅盧婉欣，恨唔恨今年喺台慶攞獎？即係如果頒獎俾我，好開心嘅，即係對我有認同啊嘛。話唔會係呃人嘅啫，即係個角色有得我發揮，我就開心。即係如果行行企企，咪心灰。因為而家通常都係做阿媽啊、嫲嗰啲。即係如果有另類，譬如話變態啊，或者鬼怪啊，或者咩，即係獨特啲嘅啊，咁又有興趣去演㗎啦。啊，即係我好中意向難度挑戰，一個新嘗試好。講個 Madam 威水史你知啦。
呢张佢嘅童年相，翻阅无限次。原来佢爸爸当年爱好摄影，捕捉小 Madam 揸住相机嘅招积样，提为小拍友，力去参赛。结果凭住阿女呢张 model 相，赢咗亚军噶。